放羊妇人的经验，五黑芝麻糊强烈安利，因为我是真的吐过。先把一些要洗的材料准备好，做四人份的量，把黑芝麻小火炒一下，这样用力搓能见白肉即可。破壁机加入清水、黑米、黑芝麻、黑豆，选择米糊模式。30分钟后打开搅拌放凉，15分钟再加入剩下的材料。因为黑枸杞含大量的花青素，桑葚的活性物丰富，高温会导致营养流失。快看这碗满满的黑色营养素，养发防脱，秃头少女赶紧收藏。